小灿，这应该是一本佛经上脱落的一角啊。这么一本普普通通的佛经，为什么专门放在夹缝之中？大伙要杀人灭口！来人！来人呐！来，有个救我！饭菜里有毒！能否借赵总管左手背？别愣着，扎巴掌，把那碗拿来。糊涂县令郑板桥，未来娱乐台隆重献映。